One, two， 跟我一起冲！人生中，管他的。高雄九泰科技篮球队一字排开，有选秀状元曾博昱、洋将杰伦、KR 向王，还有许多年轻阵容，由总教练徐仲义带领，还有 BC 博串董事长黄锦章加入担任总领队，准备在第十九季 SBL 挥洒精彩。防守为优先吧，打造出最凶悍的防守球队嘛。那我就是把每一场球，我觉得一场一场都要进步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球迷啊，还是观众，我觉得都非常厉害。那其实球队打得好不好，其实他们也都稍微都看得懂。那我觉得就是一场比一场还要进步，我觉得这是我今年的目标。那我希望可以用我们在经营我们 BC 这个品牌的方式的行销的模式以及经营的各种方式的来经营这样子的球队。我不知道这样子的方式来经营这样子的球队到底可不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但是我相信如果可以再多一些我们的这个妇联队哦，他一直给我很多很多的信心，他跟我说哦，你可以哦，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哦，用经营车队的方式、经营品牌的方式，来让这一个球队可以更加的未来可以更好，然后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赛事开幕战12月25号在板桥体育馆点燃战火，相关赛程观赏可以锁定中嘉宽频有线电视频道，不时会有好康优惠可拿，邀请民众一起看球赛。就是非常感谢那个中嘉，因为这一次的赛季将在25号，也是圣诞节当天晚上，我们就要开赛了。那也谢谢中嘉帮我们跑那个跑马灯，然后鼓励我们的球迷们哈，到球场来支持 SBL， 然后力挺我们九泰。高雄九泰科技篮球队以崭新面貌迎接新球季。记者会上颁发聘书与象征大发利市的88号球衣给总领队黄锦章。他也期许篮球队充满速度与激情的场上展现，给球迷带来全新感官享受。记者翁允俊台北报道。